阿弥陀佛！啊，陈校长，啊，诸位，啊，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们啊，一起学习啊，老法师啊，开示道啊。 这一条龙的理念啊，从每一段话啊，我们去感受啊，老人家的心境我们能以私心为己心啊，以私字为己字啊。 那相信啊，我们能很好的啊，把老人家这些旧世的理念啊，把它落实好，啊，把它做扎实，而且呀、啊，急不来啊，啊，十年树木啊。 百年树人一有着急的心呢、啊，妄心做主啊，那真心才能成事啊。因为医报随着正报转，心用对了，哎，家庭、团体哎越来越好。了。 心用错了，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物，勿欲速，勿见小利、啊。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啊、哦，尤其祖宗。 谈到教育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呢，都在提醒我们，教育要很有耐心，也要很好的陪伴。 所以在师长分享啊，他跟呢李炳南老师十年姻缘，他怎么当学生的？这个对我们当老师的呢很重要。我们要教给学生什么？怎么当个好学生呢？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当好学生。 怎么教他们呢？好，而这一段开示最后啊，老人家提到了，希望啊有人发心做小学老师终身做小学老师其实这个用意就是很有耐性的。 陪伴孩子健康的成长，可能时间呢不少于十年了。因为人心为伪，道心为伪这人的心很细微啊。 他一偏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哎，小孩很容易学成的，人前人后不一样，你说那这还能成才吗？人前人后不一样，就变成应付了。台上台下不一样，麻烦了。 所以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成长过程。啊，我们身边同学得奖很多的，常常上台表演的。哎，他们成年以后什么状况啊？真不真诚啊？容不容易傲慢呢、啊？少年得志。 大不幸呢、哎！我们假如只在乎他们得奖了，哎，这样我学校名气大。其实名这个东西，只要有求的心呢、啊，就已经不对了。很细微啊，大人有求名的心，小孩会没有吗？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呢。所以我们要把小孩教好，我们要真诚，慈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啊，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不是做表面给人家看的，没有应付的。 啊，哪怕是一个笑容，都不是应付的，很真诚。哦，不然我们在孩子面前，啊，对一个人笑笑完之后，马上变成另一个脸，那就变成四川变脸了。哦，变得很快啊，一下另一个，那把小孩吓坏了。 啊，善导大师说：“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对我们当老师很重要啊！教育是感动心灵深处啊，真心换真心啊，啊我们看到啊有。 一位老师，啊，他写心得，啊，一位王老师，他提到，啊，啊，他在小学、初中过程，他的老师对他很有耐心的，啊，陪他散步讲的话，他现在还历历在目啊，所以老师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他现在想想都感动了、啊。哎，还觉得那时候对老师还不够真诚，但、哎、老师能等待呀、啊，啊，等待孩子善根慢慢成熟啊。哎，他现在也在当好妈妈，也在当好老师啊。 所以，生性因果啊，我们真心教给孩子的，绝不可能有白教的。但那种子已经下去了，看看后面，哎、哪些缘分促成这个善果，一定会现的。哦，佛门教啊，公布堂捐、啊”了。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他们很认同老祖宗的教诲啊。他们有一首歌啊，叫《一颗种子》。一颗种子，把它种在地上哎，长成一棵树了。哎，这树还会结种子的，哎，长成一片森林。 森林跟森林携手啊，山峦与山峦连接，这一片就是华教了啊。他们有一千两百多所华小啊，整个欧洲一所华小都没有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一个国度六七百万华人，可以有一千两百多所华小？ 哎，六十多所，读中，啊，就是初中、高中了，啊，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一定都遇过侨生呢。那马来西亚的侨生最多了，到我们台湾来念大学啊，他们随时都想着，啊，要延续自己。 祖宗的啊，千年文化啊，所以一颗种子它很有力量哦。你看何人何人呢？啊，那个种子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那个人，它那么小啊，可以长成那么大的树啊，它里面酝酿着能量。 这个种子就好比一个人的愿心呢，啊，好比一个老师的爱心呢、啊。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愿心，现在感应多少志同道合的人呢、啊？就是他老人家在因地修行。 做法藏比丘啊，哎，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啊！哇，他怕，哎，我的国度，啊，利益众生呢、啊，而这个国度超过十方一切诸佛的国度，这是他的愿呢、啊。 然后他说道，纵使生子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啊。”好，那这一颗种子在时节以前种下了，那现在长成多少棵树了？现在有多少清净海会种菩萨在十方国度啊，不疲不厌。 尊普贤行，哦，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激发信心呢。啊，修菩提恨，行普贤道。啊，好，虽在他方世界，也是永离恶趣啊！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主，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招感了。我们说志同道合的清净海会众菩萨，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聚在一起呢？那也是我们师父上人的愿力呀，啊，不忍众生苦。 不能胜教衰。啊，尽心竭力奉献一生，带了十几年的学生，带了二十几年的学生，他发现，在财色名利面前不容易过关。他老人家没有气馁啊，他体会到培养人才得从小开始。 啊，所以九十岁前后，只要开始，就是讲一条龙重要啊。那大家也是因为他老人家愿力的招感，好，那我们相信每一个地区啊，这个老师们，的愿力也会让一条龙啊。 遍布全世界，啊，就像啊老人家谈到的，啊，希望每个国家地区呀都有一个这样的学校，啊，至少一个。当然了，多多益善。 那诸位老师，你假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呢？啊，请您去非洲好不好？哦，这个要考虑一下了啊。哦, <laughs> 哦，你看我们的祖师啊，唐朝鉴真大和尚，鉴真东渡啊，那生命危险呢？啊，为了把法传到日本。 未法忘屈啊！我们孔子为了弘扬大道，周游列国十四年了。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好，好、哦，那昨天啊跟大家交流的这一段。 老人家强调了，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啊。成佛是法华，法华经表成佛啊。哦，那无量寿经呢？啊，是华严法华的精髓啊。啊，这欧藕益大师说的华严奥藏。 法华、密随啊，都在无量寿经里面啊。那成佛法华，它成就四法啊。前面应该跟大家提过了，我们在温习温习啊啊。这个《论语》里面说：“日知其所无啊，哎，月无忘其所能。” 我们温习一下啊，因为这四法我们做到了，这一生决定成佛啊。第一啊，接受诸佛护念，这个接受啊，是把佛的功德接受成自己的功德。 就像这一句佛号“万德洪名”啊，阿弥陀佛成佛的果德啊，拿到我们因地修。我们一般说的，啊，你名以招德啊，啊，你叫这个名字，这个人来了。啊，所以念这一句佛号。 佛国地的功德啊，就来了。啊，所以接受诸佛护念啊，而且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佛了。啊，生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就是一切佛土都生了。啊，于一念顷，遍游十方佛国。 啊，是太殊胜的因缘啊！承德应该跟你们提过啊，我小时候啊，过去生的习气现前，喜欢做生意啊。啊，小学一二年级回外婆家，人家都是玩耍。啊，这个讲给我们台湾的同学就知道了啊。我那时候小本生意啊，本钱二十八块。 叫八十当，啊啊，有八十张签了，啊，一一一支签五角啊，抽完啊四十块，减掉本钱二十八块，赚十二块啊。我是从这个小本生意做起的。啊，跟人家玩弹珠啊，哎，我就跟他们赢过来啊，然后哎你们去啊。 六颗卖一块啊，我十二颗卖你们一块，我后来就开始做做这些生意。<laughs> 一个人都有过去生的习气呀、啊，啊，那后来遇到老和尚了，啊，先给我们讲解阿弥陀佛，讲解极乐世界。我说这是宇宙间呢，最可以做的生意啊。<laughs> 跟阿弥陀佛一合作啊，你只要往生给他塞个啊报个到塞个 hello 啊，他十八愿就加持你了啊，你的能力就跟他差不多了。哇，这么殊胜的利益啊！啊，我这个做生意的习气刚好用上了，非去不可啊！ 啊，来接受诸佛护念，啊，所以有时候习气把它用对地方了，<laughs> 也是一法，啊，啊，他很好胜，好，你跟阿弥陀佛比吗？<laughs> 哦，把他这个好胜用用到来成佛，顺势而为啊，啊，那那第二是执重得本。 就是积功累德啊！现在做什么事情呢？积功累德最舒顺，办教育。这孔老夫子给我们示范了啊！没有哪一个教主、家主的福报超过他老人家的了。啊，那陈德一直觉得可以从事教育是很大的福气。 有些人想做，啊，他远不成熟啊！啊，第三呢，啊，入正定居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啊，所做一切、啊、不求来生果报，也不求现世福报了，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极乐世界。 入正定聚啊！最后啊啊发救一切众生的心，就这四法、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我们本有的，我们的真心本有真诚慈悲啊！ 哎，我现在慈悲提不起来，是我有障碍，啊，被我的自私障碍住了。但自私是假的，不觉本无。我只要肯放下，我们真的念念为他人想，念念为学生想，哎，很能体会到对方的心呢、啊。 啊，甚至于你陪他谈话，他流泪，你也流泪了。哦，治他真的是一体啊。哦，那师傅说的。啊，这一生遇到成佛之道了。哎，接着这一段，哎，我三十三岁。 啊，圆顶出家啊，穿上出家衣服啊，见方老师啊，到他家里啊，门一打开啊，他一看到我啊，你真干了，啊，不是假的，啊，真干了，啊，那老师告诉他啊，你完全走对了。 走这一条路的人，佛菩萨照顾你啊，一切善神拥护你啊，无往而不利。好，那这一段也是老法师给我们现身说法。 啊，他对老师教的念念不忘啊！啊，因为那他从接受教诲，他就没有忘了。好，所以这是老人家啊最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地方。 老师的话呢，听一次不会忘记了。那老人家他也用身教啊，来给我们信心呢。啊，他接着说了，啊，他晚这个甘珠活佛给他讲，说他晚年呢福报很大。 那诸位老师啊，你们希不希望福报大一点呢、啊？啊，那老人家教我们怎么修了？哎，福慧双修啊，福报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都读过杜甫的诗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啊，有福报，可以照顾很多发心的人呢、啊。这个时代、啊、挑战很多啊，善事常易败啊，善人常得谤啊。为人人长者，匡子而抚庇之啊。对了凡四训这些教诲、啊，真的是通情达理。 对我们末法时期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他老人家也在末法了。明朝啊，也已经进入末法时期了。哦。所以我们要更有福报，但是不要自己想啊，一想福报就脑子就不清楚了。啊，护持正法。 护持发心的人，哦，啊，你看老人家也在体会呀、啊。哎，甘珠活佛给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老人家是四十五岁，他讲经是二年了，哦，然后甘珠活佛说：“哎呀，我们以前。” 啊，私底下都说你啊，很聪明啊，很有慧根啊，可惜啊，没福报啊，因为短命嘛。哦啊，结果这个甘珠活佛说：“哇，你以后啊，会很长寿啊，而且福报很大。”哦，这这这句话是老人家四十五岁的时候听到的。哎、可是当他在。 跟我们谈这段话的时候，那他老人家已经九十三岁了，他体会到，哎，福报真的不小哦，因为啊，联合国都给他一个办公室了，那这也不是一般的福报了。 那大家想一想啊，老和尚的福报会不会给我们呢、啊？好好,好，我再换个问法：你的祖先在天之灵啊，会把他的福报给谁用啊？铁定给那个很有使命感的无念而主，欲修觉德 <laughs> 我就要把我老祖宗的。 德恨传承下去，啊，他他的祖先在天之灵流眼泪啊，啊，很感动啊，随时都在护着他、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我们看到老和尚，哎，见到一个年轻发心的学生，好，我全力支持你，你家里。 我让你没后顾之忧，想成就一个弘法人才呀！哎，我们当地子看到了，要效法啊，可不能吃醋啊 <laughs>！哦，那这个就就不算学了啊！啊，可不能在老人家面前争风吃醋啊！那是那是太愚痴了。 太冤枉了！为什么遇到这么好的善知识，没学到本事，没学到他的存心，这个随顺习气啊？好、哦、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啊，老人家交代我呢啊，拿两个阿弥陀佛的。 项链的啊，那阿弥陀佛全身的啊玉的项链啊,啊，可能是人家供养他老人家的啊，来交代我啊，哎，你把这个啊交给胡老师啊，再交给另外一位居士啊，拿了两尊给我啊，因为我刚好。 要啊，回大陆办点事儿啊！哎，当老人家交给我了啊、哦，我拿在手上啊。老人家身上啊还挂了一条啊，结果当场啊，老人家就就把这一条啊拿起来挂在我的头上了啊！我当时很惭愧呀、啊，<laughs> 为什么很惭愧呢？ 啊、哦，还让他老人家操这个心呢、啊？<laughs> 哎呀，这个学生会不会心里有点难过啊？好、哦，拿下来挂在我头上。<laughs> 哦，已经让老人家费那么多精神教育自己了，啊，还让他老人家操心啊？这个当弟子、啊、情何以堪哦？哦。<laughs> 哦 不过啊，在那个当下也是很感动啊，感动老人家的心特别细腻啊，啊、哦，叫护持护持我们这些弟子的心，哦，就怕我们，啊、哦、啊，生烦恼。<laughs> 哦哦，那老人家给我们表演出来了，我们要学到啊。 啊、哦，在一切境界当中，啊，对每个人能够关怀备至，能够很体恤，啊、哦，那这样才对得起老人家这个表表演。好，哦，那师长老人家，呃、他也在体会他的人生呢。 啊，甘珠活佛说的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啊，很可惜呀、啊！第二年他走了。其实我们看这些话呢，叫随文入观，啊，这么好的出家人，这么好的善知识走了，太可惜了。佛寺门中不舍一人啊，那就代表情转法轮。 请佛注释太重要了啊！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真发心了，我们要全力帮助他啊！他可以成就很多很多学生呢。哦，我们现在看到二十几岁年轻人欢喜啊！ 成德已经大他一倍了，啊，身体体力可不像当时候这么出生之土不畏虎了，啊，啊，我们相信啊，啊，只要有真正为佛法、为众生的老师在一方。 他的真诚呢，一定会感动这一方的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请转法轮，请佛注释。啊包含一个班级，啊一一个学校里面，啊特别付出，啊，积累特别宝贵教学经验的老师。 他一定很客气的，为什么谦受益嘛？他能不断提升、不断积累，一定是谦虚，满招损哎，人一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他的瓶颈就出现了。哦，所以这样的老师啊，我们要提醒他来分享。 哎，甘珠活佛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哦，哎，在我之前呢，师兄弟啊，啊，他大概大我不满十岁，哦，啊，我们有一段时间呢住在北头，啊，我的宿舍在北头，啊，每天晚上在一起聊天喝茶。 啊，那这个喝茶聊天聊什么啊？聊佛法怎么兴盛啊？不兴是语，要在争论。而且老人家从小有一个特质啊，喜欢找长辈聊天。啊、哦，我们看老人家。 哎，朱经咒老居士，那都是他爷爷辈的年龄了。哎，从小亲近这些长者啊，所以老人家的见识不一般了、啊。万法缘生呢、啊，都因为因缘呢、啊，才会启发那么多的善根，所以缘很重要。 老人家提到，我们关系很好，他一直也是忧虑着我四十五岁这一关啊、哦，怕过不去啊，那我们读到这一段，哎，这是老人家在叙述他跟甘珠佛佛之间的情谊。我们善学的人，把这一段话拉回来。 那我现在有没有让父母操我的心呢？啊，现在所有栽培我的这些长辈们还担心我什么啊？不能让他们再操心了，感觉到别人的关爱呀、啊。 能感觉到都是人生的一种动力啊，我们现在最麻烦的，感觉不到别人的付出啊，别人的恩德了。这都是自我的感受，都被情绪给笼罩住了。其实情绪的根源是什么？自私啊！ 我不高兴了，我不舒服了。其实烦恼的根就是我值、啊、真会修的人，每天都在这个我值上下功夫，把它放下。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怎么解？清净心才能解。 假如这个我字一直起现行，那就是我贪我嗔我吃我慢我疑做主了。这怎么解得了如来真实意呀、啊？怎么解得了孔子真实意？也解不了师父上人的真实意了。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自杀率越来越高了。 当然有被环境逼迫到他喘不过气来的，也有不少是什么，只想自己的，哦，他只想着自己的感受，哎呀，我这么痛苦啊，我不想活了，我要解脱。 他可能就轻生了。哇，现在轻生很多年轻人哎，人在那一刻，只要能想到他父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能他这个动作就不会做了。所以我们要解决。 现在这些身心、家庭、社会种种问题，我们得把根源看透。根源就是自私自利、啊、人这个真自私，能放下了，好多问题。 慢慢都化解掉了。啊，我们以前的人一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就是道义啊，道义就不谈功利了。老祖宗在处世给了我们一句教诲：“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不能功利呀、啊！啊，要什么道义呀、啊？这做人的准绳呢、啊？我们不能把人格丢了。什么是人格？五常：仁、义、礼、智、信。现在所有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五常了。人有仁，他身心就健康了。 有义、有理。有智，他就不情绪化了；有信，人就是不守信啊，常常心都不安呢、啊，怕人家不信任他了，怕自己讲的谎言被人家揭穿了。你看，每天心都不安了。啊,啊，假如有人一直理智性，这身心健康了。 哎，家庭的关系有仁义礼智信，离婚率就不会那么高了。兄弟父子不会冲突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接触到自身或者亲戚朋友所存在的问题，哎，真的把它看得更深入啊。 就是能够让他的道义心提起来，问题慢慢就解决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这一个心念之差。这论语》厉害啊，一句话就把问题的根源点出来 我们现在教孩子是教他义还是利呀、啊？哦，这人是教出来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性的问题。你把人性教对了，就没问题了。 啊，哦、所以老和尚前前面讲了，他好不容易这一生得人生呐，你得让他像个人呐、啊，得人生可宝贵了，得人生如爪上土啊，失人生如大地土啊，得人生又做了中华儿女，可以成佛呢。 啊，哪一个中华儿女不知道阿弥陀佛？我相信没有人没念过的，<laughs> 种子都种下去了。哎，有没有更殊胜的缘呢？让他认识这一句万德洪名啊！啊，我想在台湾说说没有念过阿弥陀佛，我不相信。啊，其他宗教的也念过，为什么？ 他开车啊刚好红绿灯停下来，前面那那台车贴着“南无阿弥陀佛”，<laughs> 他他念头里面也念一遍了吧？啊，台湾的电线杆“南无阿弥陀佛” <laughs>。现在呢在高速公路啊，开车，哇，那个大屏很大的那个。 这个广告牌写的六个大字“南无阿弥陀佛”，哎哎，您闻闻到佛名啊，也是很大的福报嘞。我们觉得很正常，也是很多很大的福报啊。你看《无量寿经》里面，都都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啊。 啊，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多有菩萨，多的意思是超过一半呢。不少哦。好，所以我们珍惜我们自己的福报啊。啊，此生不将轻生，今生渡啊，更待何时渡此生呢？要跳出去了啊，不要再干。 春花秋月的事情啊，哎，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哦，要要跟家里人都变成法眷属啊！但愿人长久，唯有念弥陀啊！啊，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 这个逍遥翻成闽南话叫“佚佗”啊，啊，好囝好佚佗啊，拍囝不如不如我啊，你孩子教好了很逍遥啊，你不操心了啊，翘脚拎嘴手啊，就很自在的。 孩子教不好啊，每天就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名堂出来了。所以，自要没落，教子啊，人生智慧表现在哪、啊？取舍、轻重缓急。可是我们看到好多的父母，先取了 money 钱。 把孩子教育排后面了、啊，等到孩子不听话了，他着急了，只能亡羊补牢了。其实啊，这《了凡四训》真读懂了，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啊！你拼命赚，也不会多赚一些呀、啊。可是你拼命赚，你。 你把孩子最重要受教育的时间错过了，所以这些都要很清楚啊。我们当老师也有机会，也要跟家长交流啊，安他的心呢。啊，哎，我们有一位同修，他做餐饮的。 还没学佛以前，做餐饮啊，要节省成本呢、啊，那个油啊，重复用啊。后来学了，心不安了、啊，算了算了，多花一些成本没关系、啊，用新鲜的油。结果生意越好，你看他他证明了，该是他的是他的。 反而他又新鲜的有赚更多，用不新鲜的看起来有赚的，事实上是本来该赚一千万的，折成五五百万了。这个在享福当中造新的业了，折掉福报了。啊，所以俗话讲得好啊，小人冤枉做小人了，因为他不明理心不安，动。 小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君子乐得做君子啊，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而且、啊、一个人赚、两个人赚都一样。赚钱是缘分啊，你夫妻有那个福报，一个人赚还是赚那么多，两个人赚还是赚那么多了。那缘只是一个。 条件而已啦，财布施才是财富的真因呢、啊哦。哦，那假如是你太太照顾家里啊，你出去赚钱啊，要念太太的恩哦，可不能产生一个态度，哼，钱都是我赚的。其实啊，我观察过啊。 好多对夫妻，先生呢、啊、长得瘦瘦的，啊，没什么福报；太太脸圆圆的，耳垂很大，结果太太都当家庭主妇，啊，这个先生还起了慢行，你看钱都是我赚的，其实都是他太太的福报。 啊，我奶奶也是家庭主妇啊，那耳垂好大、啊，哎，一生没骂过人、啊，被人家骂，啊、哦，头低低的。我们家很穷啊，啊，小时候都人家啊、哦，不不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小时候了，呵我都都让人家瞧不起的，啊，也也没有这个。 这有什么恶言呢？对人，哦，那我奶奶福报很好啊，都批，批应到我爷爷了，批应到小孩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你再仔细去观察，这些太太啊，真是妻贤夫祸少。 先生在做事业过程有一些关键点，都是他太太护助的我。我我我都有去深入研究，因为因为我们得深入研究才知道在家人的状况啊啊、哦，这样讲话底气也比较足啊，哎，好，所以这个君子乐得做君子啊。 该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强求不来啊。所以，真的是理得心安、啊。哦，那老人家说啊，这一段故事啊，《九十年谱》里头有写的很详细。老人家这一部本《九十年谱》啊，也是我们。 从事教育工作，《教战手册》啊，啊，陈德有一次在我们吉乐寺啊，啊，刚好老人家跟我们成大汉学组的所有同学吃饭了，啊，那我刚好陪坐，啊，这些同学挺发心的，大家想一想啊。 他们这种三十岁左右啊，接受到最好的中华文化教育的，是哪一个地区的华人？台湾的。哦，所以老人家啊，前面讲到的，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是来救世界的，救社会的。这首先是讲给台湾的华人听的。我们的姻缘条件比人家好啊，好了不干，哦、把这个能力埋到土里面去，罪过啊！啊，别人没有这个条件，另当别论。啊，早上我们。 参加了东南亚德行教育促进会他们的活动，五个国家的华人参加。啊，承德啊，应邀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哎，我讲一句啊，还要翻一句印尼文啊。啊，我在十年前左右啊，去过一次、啊。 我讲了一个词啊，人家翻了老半天了、啊。哪个词呢？“负荆请罪”四个字啊。哇，他难翻了、啊，他得战国时代有两个国家，翻到最后大家头都晕了啊，是吧？廉颇、蔺相如。 哎呀，你看我们祖先给我们留的这个汉字，一个字就是智慧，一个词就是智慧，每一个成语都有历史典故啊，宝啊，五千年的宝啊，不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啊，所以老人家在台湾一直搬一条龙，搬一条龙，还是有缘故的、啊。 啊，我们的因缘条件好啊，啊结果啊，老人家也是尽全力啊，让这些汉学组的同学没有后顾之忧，啊，请他们吃饭呢，啊，吃完饭送了三个东西呀、啊，啊，第一个东西。 老人家亲自写的墨宝，啊，张载的四句名言，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本《九十年谱》，再来还有一本《爱与和平》，就是老法师跟每一个大使谈话的记录。 老人家送完了，好、哦，按照惯例啊，老人家会带我们散步啊。哎，结果那一天呢、啊，老人家说：“我先进房去啊，你带他们散步。”啊，就变成我带他们散步了。后来啊走啊走啊，我就停下来，我说：“老法师送你们三个东西啊。”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说这每个法法宝都很有意义啊。第一，这四句发大心呐、啊，为天地立心啊，立大愿呐、啊，为生民立命啊，修大行啊，为往圣继绝学,学、啊 正大国啊，为万世开太平啊！所以这是劝我们同学们发大心啊！哎，发了心，这一条弘法立身的路怎么走？九十年谱》啊，你们不用担心哈。老法师一生怎么看的，这个经验智慧都在这一本里面了啊！我们说叫教战手册啊。 都给我们讲的很圆满，要表演的很圆满啊！我们在菩提道上啊，遇到什么瓶颈，只要想着师傅讲了什么，师傅做了什么，就过关了。真的，我们所遇到的境界、啊，跟他老人家比起来，小巫见大巫啊，不算什么。 啊，第三呢？啊，这一本《跟大使谈话》，期许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呢、啊，啊，要到联合国、啊、去接老人家的棒啊！不然老人家以他一生的威德福报，好不容易成就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姻缘。 那已经是全球最高的一个教育文化单位了，谁来接棒啊？请佛注释啊！首先要请自己呀。啊，这个也是老法师教的，啊，记得我初学佛，在我们高雄金钟学会共修啊，啊，晚上要听。 悟道法师讲经啊，啊，用晚餐呢、啊，啊，用晚餐边听老和尚开示、啊，刚好讲到普贤实验，请佛注视。啊，老法师说，现在能遇到佛法的有多少人呢、啊啊？啊，遇到佛法又遇到正法的又有多少人呢、啊？啊，遇到正法。 还能知道大臣，遇到大臣还能知道大臣中的大臣，一层中的一臣，一层持名念佛法门，又有多少啊？那我们还遇到了持名念佛，又遇到老和尚一生专弘这一部经的善知识，那又剩多少人？ 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这么难得的缘，我们不请自己、啊，要请谁呀、啊？哦，我当时好像电到了一样啊！啊，因为我们想请佛注释，一听到这一个词，想的都是别人啊。佛法莫向外求啊，而且也只有自成心啊。 才能请佛注释啊！啊，承德啊，觉得有一位老人家啊，可能是佛菩萨来实现的啊。大陆，天津，白方礼老先生他的职业啊，踩三轮车啊，劳动、啊、赚钱，踩了一辈子。 才到七十多岁，退休了，回到家乡。哎，看到好多七八岁的孩子，哎，他们应该读书啊，怎么在这里玩耍呢？啊，交不起学费呀、啊！哇，他听了心痛啊，他自己不识字啊，一生因为不识字而痛苦啊，啊他不忍心了。 回到自己家里，把他一身储蓄啊五千块钱拿出来，对着他的家人说：“我要捐给家乡的学校，让这些孩子都能读书。”他的孩子说：“爸，你疯了，那是你的养老金啊！你们别管，这是我的钱，拿去给校长，校长不敢收啊。” 哦，后来老人家的坚持、诚恳呢、啊，收下来了。不止这样哦，从那一天开始又开始踩三轮车了，踩到九十多岁呀、啊，绕赤道啊，十八圈呢、啊，啊。 赚了几十万人民币啊，帮助几百个学生呢、啊。啊，那大学生呢、啊，接过一个八九十岁老人给他的奖学金啊，哇，那个手都在颤抖啊，啊，意识到怎么来的，他这样一，一一脚一脚踩出来的钱呢、啊。 哦，后来他的事件呢、啊，被更多人知道了，啊，他生病了，天津当地的老百姓要求啊，当地新闻每天都要报道情况啊，啊结果他的事件一出来，小额捐款了很多啊，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他的体力比我差。 他的社会地位比我低呀、啊，可是他一心一意为下一代教育的真诚心，唤醒了无数的善心人士啊，也感动了那么多的接受他帮助的学生呢、啊。他没有条件呢，可是他感动了多少人的善根呢、啊？ 所以，请佛助世是靠我们的真诚的、啊。我相信他帮助的这几百个学生，他这一生一定会做公益事业的。所以老和尚这一句“请佛助世”啊，请自己呀、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句啊，“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呀、啊？这就是佛门讲的发菩提心呢、啊。所以也期许啊，我们台湾这一批年轻人呢、啊，这是算是老人家在成大汉学组最先的一批子弟兵了啊。 他们能够到联合国来接棒啊！好，那老人家接着又提到了啊，既然是三宝加持啊，众神保佑啊，那一切。 都是命啊！啊，就是说，我们假如不发愿呢、啊，没有愿力大过业力啊，那就跟了凡先生还没有发愿修善以前一样，呃，领几斗米都算得很准，甚至于什么哪一天。 往生啊，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寿终正寝，都算的那么准，哦，那就半点不由人呢。好、哦，所以我们只要保持一颗善心，做好事，哎，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传统文化，利益儒道是三宝。 你的寿命跟我一样啊，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好，刚刚我还请教大家，福报大一点好不好啊？好啊，寿命长一点好不好啊？好啊，这个。 我们佛门常说折磨，折磨啊，其中有一个魔很厉害了，死魔啊。我们还没有修成，哇，无常来了，一转世又糊涂了，重新再来。所以老法师说啊啊，我这一生那么长寿啊，我才把《无量寿经》啊，才把黄念老的注解给他了解透彻啊。 时间不够还不行啊！再来还有我们教化大众啊，教化学生呢、啊，哪有说我们给他讲三个月他就开悟了，他就做佛了，他就变圣贤了？很可能呢，这个孩子七八岁你教他啊，他觉得你你特别爱护他啊，哎，他上了大学。 每一次回来都找你啊，成家了啊啊，还没成家以前，还把对象啊先带来给你鉴定鉴定啊什么哦，哎、欸，你一直在护持他，时间不够不行啊，嗯啊，所以真的还有弘法的缘，寿命还是要长啊。 好，那我们的福报就是联合国里面的机构啊，有我们一份，这是大福报。我刚刚讲的没错吧？哎，老和尚的福报会给谁呀、啊？<laughs> 啊，跟他同姓的弟子就想他的福报了。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想啊，全世界晋中学会。 运作都没有财务的问题，为什么？师父的福报嘛，弘法六十多年了，但是我们要会享福报啊，不能享糊涂了。哎，享福报很容易堕落了，哎，人一不缺钱了，不够珍惜。 轻易的啊，就花出去了，不行啊！一块钱要当两块钱用啊！毕竟他是十方供养，人家一供养，他的冤亲债主等着要功德哎，他的祖先等着要功德啊！我们得依教奉行啊，每天真修真干呢、啊、才行啊！ 所以，我们出家人吃饭要食存五观呢，啊，济公多少啊，量比来处啊，这一顿饭，啊，几十个、上百个行业，我才吃得到这顿饭呢、啊。存己德行，全缺应供啊，啊，贪嗔痴还这么重啊，还接受供养啊，啊很惭愧呀、啊，啊，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啊。 调伏习气要从这个贪心调了、啊，吃的时候也不能贪吃啊！啊，对饮食勿拣择啊，吃的时候是增长感恩心，不能增长好恶心啊！啊，正是良药未了行枯啊，毕竟我现在还有一个病叫会肚子饿啊。 啊，所以得要吃，所以这个叫药食啊，得吃药啊。吃的时候还要提醒自己啊，我有病啊，我会饿啊，啊，我到极乐世界去就不饿了，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所以未成道业，方受此食啊。我是为了成就世法，当生成佛。 我是为了积功累德，我是为了弘法利生，我才吃啊，不然消化不了啊。哦，那之前还跟大家提到，不能把修行看得太容易哦。啊，往生西方是从五根五力开始学起的，前面还有思念处、四正经四如意足。 思念处，观身不净大家应该有印象。我跟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女人脖子以上要花多少钱？你假如知道观身不净了，你就不会这么贪爱这个身体了。当然哦，你不要一下子蓬头垢面啊！哦，我我观察，我们有有些学佛的女同修啊。 一学佛了，非得人家一见到他就知道哦，有修行人来了啊？为什么？<laughs> 头发剃的比男的还要短 <laughs> 哦，然后穿的衣服都一定是很破烂的你一下子改变幅度太大了哦，让人家产生不能理解了。 啊、要和光同尘，不要鹤立鸡群呢、啊啊。这个都要能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啊，不然就变成执着自己要做什么了。啊，你比方说，啊，我学了传统文化了，啊，回回到学校去，啊，见每个人都是九十度，啊，你一局下去，人家退后三步。 啊、哦，谁规定说一定要九十度啊？啊，对方能接受，你当然可以这么举。你越举，他越跟你有距离了，那你还这么举，那不是执着啊？他点点头，他特别习惯，你就给他点点头吧。<laughs> 啊，重实质、啊、不能着在形式上。我们历代祖师活活泼泼,泼的。 哪怕是戒律都有修正的、啊，百丈见丛林，马祖立清规啊，都懂得调整了、啊，本土化、现代化。那官身不净啊，第二，官寿是苦。人真的看清楚啊，三界。 痛苦，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啊！哪有真正的乐？啊，我记得，啊，我当初在庐江的时候，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一个一位大学的朋友，啊，他问我，哎，你在做什么？啊，我说我在这里，啊，早上。 起来啊，跟我们这个同仁一起研究经教啊，一整天呢，超过十个小时。哦，结果我这个朋友说：“哇，这种日子你怎么过得下去呀、啊？”哦，那他不能理解，我也不能强迫了啊，去给他解释。我说：“那你日子怎么样？”啊？他说：“我昨天呢、啊。” 去参加跨年晚会，啊啊！一起跟着上万人，啊，五、四、三、二、一，Happy New Year！啊，我一想，他到台北去，他家里住在台中，回到家几点了？啊，我心里想啊，这样的日子你也过得下去呀、啊？ 哦，oh. 呃，他觉得这种日子我怎么过得下去？我觉得他那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laughs> 你说高不高兴啊？哇，Happy New Year，伤肝呐，啊，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啊，他都还在那里耗损他的体力，这个叫乐吗？坏苦，我们现在的乐都是什么？ 哎呀，很苦闷呢、啊，哎，找点乐子吧，刺激一下，刺激一下，刺激一下就忘了苦了，他就以为这就是乐了。大家要知道啊，刺激得来的乐啊，你本来啊，比方说啊，这个刺激要啊一百磅啊，接下来呢？ 哎，一百一十磅才行了，再来要两百磅。好 <laughs>、哦，比方说你说，哎呀，我喝酒，喝酒我就不烦了，你那个酒会越喝越多啊、哦！啊、哦，所以从外面刺刺激得来的，暂时把苦忘掉啊，都有副作用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找黑皮的人越来越多。 结果身心越来越差，这个都要冷静思考啊！真正的乐啊，不是从外面来，从内而外。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天伦之乐。啊，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良心安乐啊！哦，这样的人哦，躺下去不用五分钟就睡着了啊！现在很有钱的人呢、啊，得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你看到底谁真正乐啊？哎，第三，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 快乐啊！啊，有时候啊，学生进步了，我们比他还高兴呢、啊。就像父母看到我们成长，比我们还高兴呢。啊，所以助人为乐，从内而外，为善最乐。啊，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啊！哎，自己有成长，智慧有提升呢、啊，德行有提升，有法喜了、啊，这种乐才能持久啊！啊，所以官寿是苦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啊。三苦八苦。 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了，没有真正的乐啊！啊，人知道苦了，他就想求出离了。就像韦提希夫人，她的儿子杀父害母啊，他不想在这个世间待了，问佛陀啊，有没有安乐的地方可以去啊？啊，佛吧。 国度现在他面前，他也很有智智慧。他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哎，佛接下来告诉他：“你要先修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尤其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因为这第一福啊，我们才是善男子、善女。” 这第一幅做到了，不留恋世间，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看破世间了、啊，没有真正的乐哦，而且会变化。那比方说，这个人说：“哎呀，我乌黑的秀发，他觉得很光荣。” 突然有一天开始长白头发了，他就变痛苦了。哦，哎呦，身高很高，嗯，觉得很得意，啊啊啊！突然啊，遇到 NBA 的选手，哇，那是他就很痛苦了。啊、哦，这个都是生灭的东西、啊，相对的东西、啊，都不是永恒的。 很容易啊，这个乐、啊、一下就变成苦了。爱别离啊，爱的死去活来啊，爱的只羡鸳鸯不羡仙呐。可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活不下去了。这台湾有这样的例子啊，很有名的人啊，夫妻恩爱，最后他自杀了，因为他先生走的太早了，先生没智慧啊。 爱他爱到让他执着，最后变成他自杀的真相缘。所以真正懂爱的人呢、啊，会考虑的很深，考虑的很远。你爱孩子，你要考虑你不在的时候他能独立，他能过得很好。哎，你为另外一半考虑也是这样啊。 我不在的时候，另外一半也能过得很好。那我现在应该努力什么呢？啊，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啊。啊，你看我们这个念头，想要好好念佛啊，念着念着就跑掉了。一坛子三十二亿百千念啊。 啊，算一算呢，啊，一坛子啊就有三百二十兆根细念停都停不住啊，啊，人念头啊都停不下来，很辛苦的，不得安宁啊，躺在那里，啊，半夜翻来覆去啊，就是睡不着。 念佛好啊，把所有的妄念都止住啊，就念这一句“正念万德洪名”，不止不会烦呢、啊，还可以能灭重罪啊，啊，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哦，所以观心无常啊，做不了主；观法无我啊，心念做不了主。 这个世间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不了主。哎，哎，我要出去旅游了，都安排好了。哎，突然新冠疫情来了，你去不了了，做得了主吗？做不了主。啊，身体我们都做不了主了，身外之物就别说了。啊，假如做得了主啊，那才叫。 我啊，我就是自在啊！观法无我，通通做不了主。哦、这个身体能做得了主啊？天天十八岁多好啊！每天都在苍老啊！哦、那人呢、啊？这个思念处常常提起来，他就看破了。 他不会贪恋世间的、啊、看破才放得下。啊，事如意足啊，回首如意啊，代表能放得下。回头是岸，所以事事如意足啊，是神足啊，就是放下、啊。欲望能放得下，不求人了、啊，自在了。 啊，精进能把懈怠放下，能精进，哎，一直进步了。啊，念头能一直念阿弥陀佛，念头就自在了，做得了主了。啊，平常不打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突然有人问你问题了，哎，你马上就知道怎么回应他了，很自在呀、啊。所以老和尚的说法自在。 也是事如意足展现给我们看的，他平常没有妄念的他放下妄念提起佛号了，啊，还有四正情啊，四正情是断恶修善、精进。假如没有四正情啊，去不了极乐世界了。 为什么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样。啊，我们虽然在念佛，每天生口意还在造业，那不是强者先迁吗？虽然念了佛，有成佛的种子，他没有现前呢、啊，只是结一个缘呢、啊，因为生口意十二业还还在做主啊，啊，所以是正经。 啊，以身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修善呢？啊，以身恶令、啊、止，不要让他再再造恶了。啊，未生恶令不生，预防法没有这些习气，也不能再让他再生了，是正经。 所以这三门三科哦，我们要去极乐世界以前呢，要以这个为基础。好，那我们看老人家接着说了，啊，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学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目标。 西方一切学者，啊，像汤恩比他们说的很清楚，只有中国儒释道能救全世界。啊，因为我们要了解汤恩比教授的背景，他是历史哲学家，啊，他对全世界这些重要民族的历史研究的很深入。 大家注意到一点呢、哦，汤恩比教授到日本跟池田大作对话，他特别肯定啊，二十一世纪、啊、中国人的世界、啊。而且他强调世界要统合啊，哎，哪一个民族啊有统合过？ 很大国度的经验了，哦哦，再来，当时候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大陆在文革呢，发生这么大的对文化的否定，他们比较说还坚信不疑。 哦，可见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他留了一句话：“假如有来生，我必在中国。”所以大家现在假如发现三十几岁的啊、哦，这个头发呢黑中还带一点金色的啊，啊、哦，那讲。 这个啊，英文特别好、啊，因为一定有他过去生的这个积累哈、哦，啊，一定要通报我们一下啊、哦，赶紧请他来汉学院教书啊，可能是这个台湾比转世的哈、啊。啊，像像承德这个赶鸭子上架很累的，哦，所以有这些陈愿在来的，赶紧请佛注释啊。 所以啊，我们要爱护中国传统文化啊，就是好子孙啊，好后代啊，代代承传啊。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特色，知恩报恩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更何况是祖先呢？啊，这个祖先可不不是指一代人哦。 代代啊，这个汉字仓颉造字，啊，离我们都几千年的祖先呢，都想到我们。啊，当时候推行五伦八德教育，都是这些圣王促成的。啊，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啊。 故圣人有忧之啊，夫以五教啊，就五伦大道啊，所以人真的发起啊，要传承文化的愿心不退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都保佑这个人，这个我很相信啊。 啊，所以帮助全世界，帮助全人类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来世间干什么？就干这桩事。啊，因为人一生呢、啊，不可能干很多事啊。 尤其干的又是重要的事啊，都要下滴水穿石之功啊！选定了一桩重要的事，啊，有决心、有恒心、有毅力呀、啊，终身把它做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啊！人才怎么培养？一条龙培养人才，一个老师教这个班啊，从幼儿园起啊，到大学毕业，就这个老师。哎，以前私塾就是这么教的啊，七八岁来了。 哎，到他去考科举以前呢，老师带他，老师教他，教学相长啊！啊、哦，我想这个老师啊，这么一代代，他也不断提升上去。<laughs> 哦，现在我们呢，怎么带都是一年级、二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到时候突然让我们去教三年级，觉得哎呦，这一本书怎么这么难了、啊？<laughs> 哦。 所以这个这个方法好啊，教学相长啊，啊，我们一直不断地提升上去，啊所以师生这个善果啊，才能明显的展现给世人看，代表我们这样来教学，啊，把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带到大学。 真的是师徒如父子啊！啊，为什么对老师要对要跟对父母一样啊？老师的付出跟父母是相等的、平等的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做榜样给学生看呢、啊？ 哦，我们一句道理讲下去了，哎，几十双眼睛看着我们啊，不做不行啊！哦、孔孔老夫子，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导之啊。好的教诲都自己带头先做，才再来引导学生呢。啊，哦、那。 啊、呃，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哇，那孩子的眼睛都盯着我，我每天好累呀、啊。啊、哦，没关系，啊、哦，这个做榜样做久了就习惯了，就不累了，<laughs> 习惯就成自然了、啊。再来说实在的，做榜样是随顺性德。 我们随时都很真诚，反而不累。应付才会累啊啊，随时很慈悲也不累啊，自私自利才累了。啊，在那里琢磨，在那里计较，哇，累死人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能量都耗在念头上面，所以真做了不累，欢喜啊！ 啊，就好像老和尚说：“咬紧牙关，此生证无量寿。”啊，我就问大家：“咬紧牙关咬多久啊？”哦，我们有时候一听“咬紧牙关”，我现在才三十多岁，我还要咬四五十年啊！啊，那他就想错了。呃，一文解义不行啊、哦，三四佛佛含冤枉啊！ 真正肯用功啊，三五年慢慢习气就扶住了，呃，就能过上了。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尊敬佛表现在哪？一教奉行，不是嘴上讲哇，我好恭敬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那嘴上讲不如啊，一教奉行。 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啊，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啊，我们烦恼啊，扶住了，这游步三界没有挂碍了。啊，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啊，有缘的学生，有缘的大众。 有有几分缘，我们就尽心尽力结这个缘。哦，所以不用咬很久啊，哎，好，啊，所以做榜样给学生看的，这个功德很大。所以《易经》说：“蒙以养正，圣功也。” 小孩学了这个，啊，那老人家指着这一套书了，圣学跟着跟，主要教德行，啊，所以父母要做到，小孩就相信了，老师也做到，信心更坚固了，啊，一个人成长过程最尊敬的就是父母跟老师。 啊，在哪里表现出来？啊，你看，小孩一讲话，我爸爸说，我妈妈说，我们老师说，这是孩子对我们的恭敬这一份恭敬能终身保持，是这个孩子一生的幸福，真的。 因为他终身保持之后，父母跟老师给他的教诲，他都放在心上，他随时在受用啊，越用越感恩呐、啊。所以老法师说：“我感谢我的老师啊，我真的过上人生最高的享受，老师没骗我啊。”那个感恩之情是越来越深了、啊，不止没有退啊，越来越深了、啊。 受用了，所以父母不好当啊，老师也不好当啊，啊，父母是菩萨道啊，老师也是菩萨道啊，啊，他们做不到啊，对不起下一代啊。 那对下一代就没有办法起到正向的表法了，就会有反面的、负面的影响了。哦，所以昨天啊，听到啊一位同学讲，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他父母吵架了。 拿着一把刀啊，在他父母面前晃来晃去啊，啊，父母很难过啊，啊，跑去给一个朋友诉苦啊。这个朋友是,是学传统文化的啊。等到他诉苦完了，这个朋友因为跟他很熟了，就提醒他：你处理你家里的事情啊，你都是用威胁的方法、啊。 你现在孩子十几岁学到了，你不能怪他啊！父母可能觉得我又没有拿刀，刀只是他的一个威胁的一个做法。可是我们在处理，可能夫妻在相处的时候，一讲出来的话，都是威胁对方。小孩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学到了。 父母是原件呐、啊，孩子是复印件呐、啊。一切事不离两个字，因果，不可能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要做圣贤啊，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啊。 我们没有害学生的心，看是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不符合经教，会给他们不好的影响啊！啊、哦，所以我当初第一次要教书了，代课两个月，有压力了啊！因为我从小拿筷子姿势不对啊，好、哦，然后就开始练了，练到。 吃饭都有点害怕、啊，夹东西夹不起来啊！哦，哦，所以那一开始那几天很痛苦啊。哦，后来慢慢慢慢练，练熟了。好、哦，龙含珠啊，凤点头啊。哎，突然过了一段时间，我心里想：哎，我以前是怎么拿筷子的？想不起来了。不觉本无啊，放下了。 他没有了，本觉本有，哎，一定可以恢复啊！正确的，我们一定学得起来。嗯，所以老人家这个话很中肯呢、啊，做不到，我们对不起下一代了。啊，所以孩子、学生呢，是我们勇猛精进的动力呀。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强调。 要强化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还有效果啊！让全世界人都来学习，啊，做榜样重要了啊，对传统文化现在最大的贡贡献呢，是能把榜样做出来。第一，身心的健康。 第二，家庭美满、幸福；第三，事业顺利、兴旺。啊、包含你住的那个社区和睦，没人吵架，这个都是很大的贡献的、啊。哦，所以治国之道啊，在中国，啊，我们要把。 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呀、啊，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法介绍给外国人。啊，我这十几年的经验，啊，外国人要看事实，啊，因为老人家零六年参加这个未赛节啊二的活动，啊，把这个办学经验介绍出去了。 其实老人家应该是，哦，对，快二十年了，跟联合国结的缘了，哦，所以啊，要看事实啊，讲没有用处啊，啊，讲的再好，他也鼓掌赞叹，最后他觉得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办公室啊，就是因为有九个大使啊。 到图恩巴看到他们的宗教团结，啊，回来给联合国写报告啊，就批下来了。确实，外国人，你拿证据来啊，所以你不拿出来呢，他觉得是理想，做不到。啊，啊，啊，你做出榜样，他看到相信了。 啊，所以你跟你说我跟联合国这个关系啊，十几年来关系见到可以聊天啊的时候其实啊，在两千零六年呢就有很深厚的友谊了啊，要广结善缘。 哎，有时候真的这个缘呢、啊，把它结好了，啊，一个大使认同了，把这个理念介绍给他教育部长，或者介绍给他国家元首，有可能就利益到一国一方的百姓了。啊，零六年，啊，我跟他们讲，他们赞叹，啊，赞叹，最后，你这是梦想，做不到。 不能相信，哦，所以老和尚常说啊，他做实验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啊，这人人生的体悟啊，啊，信心危机最严重，老人家不止不气呢，发愿要把实验做出来，啊，有愿必成呢、啊。 所以后来到了澳洲，看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动作很快啊，九个大使联名写了详细报告给联合国，好，报告最后一条要求联合国啊给市长一个办公室，啊，居然就批准了，啊，很快啊批下来了，啊，所以他们相信了。 他相信了，他工作做的很踏实，很有效率啊！啊，他不相信，他不动手，也没办法。哦，啊，那就像一条龙的学校啊，好处在哪里呀？啊，哎，这一些大使们去看到了，他看到就真明白了，都是很聪明的人啊。 都是很有福报的人啊，不然当不了大使啊！啊所以多做好榜样、啊，他就相信了。啊，我们现在用这种方法交流，用这个方法上课啊，没有上课的形式啊，老人家讲的这个事啊，跟大使们喝茶谈话啊，有这样上课的实质啊。 哎，我从哪里学来的？啊，方东美先生当年跟我讲《哲学概论》，啊，就是这样，啊，老师一个，学生一个，泡杯茶，喝茶聊天、哦，以后第二个老师张家大师也是的，啊，用的是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啊，我们学会了。 很有效，老人家学东西啊，一学强调要用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华人好像呢也很很习惯泡茶，来来来，喝杯茶啊，可能这个茶有镇定的作用啊。 啊，那那种气氛呢就很放松啊，很放松就很好聊了。好啊，这些都是啊教学的善巧方便啊，尤其是大使啊，你给他说教他也不习惯了啊。好，所以每个大使都很欢喜、轻松愉快，聊天喝茶啊，这是上课。 好，这个也可以用在班级里面啊啊，也也教学形式有时候也可以变化一下，嗯，好，我那时候也有啊，煮红豆汤给学生吃啊，我就感觉那时候他们吃着吃着，什么话都跟我讲啊，氛围不一样啊，<laughs> 好，好，所以四射法很重要啊，我们昨天才谈到。 哎，我们也是这些年做出样子啊啊！第一，安徽庐江汤池啊，第一个样子，乡下风气不好，我们来办个中心，把传统文化从我们本身做起，等于演戏啊，给当地群众看啊，当地群众啊。 也很厉害，很有善根。三个月以后，他们就完全懂得了，啊，哎，完全就魔法去了。啊，我们看到欢喜啊，好，好，啊，再来呢？ 这个澳洲晋中学会，哎，这个也是啊，实验呢，啊，老人家一生呢、啊、都在做实验，好、哦，哎，老人家下面讲了，哎，现在路啊越走越宽了，牛津跟剑桥副校长来找我，找了好几次啊。 啊，他们想把汉学院啊弄到学校去，啊，这个刚好陈德在场、啊，然后这一位建牛津副教授就呃、啊、牛津副校长说：“哎，你为什么在威尔士办呢、啊？不不在牛津办呢、啊？”啊，我给他说：“大概是上帝的安排。” 说实在的，啊，现在要培养孩子、培养年轻人啊，啊不到清净的地方啊，难培养。哎，假如啊，这个学校对面就是百货公司啊，你再怎么培养啊，我看也很难。 好，所以是上帝的安排。<laughs> 哎，这个佛门规定呢，一开始修行啊，要到阿难诺，听不到牛叫声的地方。啊、哎，是师,师长讲到了，啊，威尔士大学的荣誉校长啊，是王子，啊 <laughs>，所以这是上帝的安排。 接下来，老人家说了，成功失败啊，就在一个六合镜六合啊，我们这个团体有六合镜，六合生团，干什么事情都成功啊，不合就肯定失败啊，恶人同心，其利断金啊，所以和和的力量不得了啊。 所以家和万事兴呢、啊，这古人说的跟我们佛法的六合一个意思啊。啊怎么和？老人家知道了，做大事不能有私心呢、啊。好，把自己明文立养完全放下，一心一意带头啊，开头为佛教，为传统文化。 领导者无私，才能带动大家无私。啊，领导者有私心，大家的心就凉了，啊，就没信心了，啊，所以人存正举啊，影响很大，因果也很重啊，啊，所以陈德从不羡慕人家位置很高。 啊，自己很希望啊，这个位置赶快让给别人，因果很重啊，哦，所以啊、哦，真的把传统文化推开来了，为社会安定，为世界和平，啊、哦，你救了社社会啊，啊、哦，所以干我们这个事情，救社会。 啊，早年我还想啊,啊，这个事业找几个企业家给我们做后盾，啊，怕资金不足，哎、啊，现在没有这个念头了。好，好，啊，所以啊，一来师傅的屁硬二来了、啊、我们相信越施越多、啊，不操心。 再来呀、啊，我们依教奉行啊！这里真出人才啊！啊，《无量寿经》说：“为是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哎，我们这些孩子真的以后是传承的人才啊、哎！人家布施来了，人家种到真正好的福田。 所以我们真干了、啊，比什么都重要了。哦，所以做大事啊，救苦救难，跟佛菩萨同愿同行，多么难得的因缘呢！所以教学也不能中断。哎，不止对孩子不能中断了、啊，一个道场啊，天天有人讲经。 说正法的熏习，世尊当时候在世的时候啊，就是靠天天讲经啊，僧团才不会吵架。啊，佛陀假如三个月不讲经啊，也很难不吵啊。哦，所以道场一定要有学风。哦，我们不听经啊，烦恼会做主啊。 啊，虽然我们是在教学，我们自己也还在学，啊，所以大家这个共学，这个听经啊，不能中断啊！我们把佛菩萨给我们的任务啊，样样完成，啊，认真奉献的。啊，联合国这个机构是永久的，不是临时的。 啊，永久啊，我们就要考虑接班人。啊，我们开放用人，只要志同道合，我们就用他，让他独当一面。看到了老人家用人才啊，不死板啊，啊，真正啊，志同道合，我们信任他，让他发挥啊。 大家看这一段，我我现在跟跟净空师有时候没关系。这段话好像不是讲给我听的，都是一拉回来，我们就有受用了。要考虑接班人呢、啊，一一个一条龙学校什么时候最安定了？你培养出来的孩子回来教书了，哇，那越来越稳定了。啊，我当时去红敏看到他们。 几个年轻学生，啊、呃，年轻老师是学生，大学毕业回来教书，看得特别欢喜啊，啊、哦，哦，所以两年三年如果做得很好，啊、哦，我们老了走了，啊、哦，他们就可以接下去了。老人家念念想着要有接班人呢、啊，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啊！这个机构、啊、像联合国一样，永远传下去，帮助联合国。联合国需要真正有道德、有智慧、有热忱、有救度众生这样愿望的人啊，我们要留意啊，好帮天下留意人才、啊。 培养人才呀、啊，遇到了，啊，把它收进来，啊，平常聊天吃饭就是我们上课的时间，啊，将来以后啊，他们接着办下去，好，好，那最后师傅说了，啊，教学红迷那里有经验，而且你真正去跟他们交流了，他们可能有很多弯路啊，我们就不要照他们这么做。 他们很愿意呀、啊，供养我们呢、啊。他们很慈悲了、啊，因为我去见过、请教过两次吧。啊，哦，那个学校啊，跟我们啊，那个学校我们跟他有关系。啊，创办的是时候是李老师的教导，李老师的意思。 啊，这一位连负责人啊，啊，连淑美女士、啊、做到了啊，我们很佩服她，做到了啊，所以我们支持她，她支持我们，互相支持，由一个变成两个啊，由两个变成四个啊，由四个变成八个啊，啊，所以昨天呢，呵呵昨天。 啊、哦，跟一位同修谈话啊，他是专业的农夫啊。他说：“一颗种子啊，你一直把它种下去呢，十年，这颗种子可以种满全世界。”哦，我们不说多吧，这一颗种子，明年变一百颗，第三年呢？ 一万颗啊啊！再一直一直加上去，到第十年了，哇！种满全世界了，啊！我们共同发愿啊，让一条龙啊的理念造福全世界的后代子孙，啊，我相信我们会得全世界祖先的加持。 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